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请老师颁发第二个特别奖。第二个特别奖的得主是劳平客语的需要抢救，创造创优劳创造第三春三小姐，詹雅琪。哦，这应该是一个团队的作品，我们要不要有其他组员有来吗？一起上台。恭喜。我是带领詹雅琪他们一个团队来领奖啊，因为他们刚好今天有补课啦啊，刚好就没有办法过来。那很感谢评审对这一支影片的一个认同啊，因为我们这是靠一个课程啊，因为我们是个在卓兰国小，然后我们有成一个是就是捷教育部的一个计划叫数位就业中心，然后我们就请捷力老师来帮我们这个开了一个这个公民新闻的课程。那刚好利用这个课程，我们就去拍摄我们记录，就是我们卓兰地区一个饶平客语跟一个长照的一个问，就是一个长照的问题。那很感谢是我们透过杰老师的一个帮忙，那让更多人去认识我们客家饶平的一个算是传承，还有对于一个地方就是老人照护共创一个问题，然后一个陈述这样子。那很感谢朋友还有各位各位在座的一些公民纪元的朋友们，那感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。